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离北京最近的海边，就是海边吃海鲜的地方。尽可能人均消费就在30到50之间，咱们看看能不能吃到好吃的，好不好 ？OK。For me, food menu that is nearby, not that for me to get you to check it.没问题，那咱们现在先去海鲜店，咱们探索一下，看看能不能30到50吃到特别好吃的海鲜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咱们一起 ，Let's go。我们今天呢找到一个海鲜店，然后这个大坑呢是船老板，哎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啊，哎，然后呢，我今天啊，大哥是这样啊，我有个要求，我们只想花30到50，要吃好海鲜。而且还吃的特别的鲜美，能做到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真的吗？真的没问题。那我可给大家都推荐了啊。可以，好不好？那还有一个小要求，我想问一下，既然我们在海边，我们可以出海跟您一块捕鱼吗？可以啊。也是没问题的，是吗？对的。那小朋友，那你给大家说一下，刚才那个师傅说的，他说也可以一起去捕鱼，好不好？有。Would me make the head or tongue at the many is hopefully hollow got. 啊，这海鲜可是又便宜又好吃啊。一点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海鲜，好不好？一点。好。3500福林，大概能吃多少海鲜？两个人，一会儿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See a stone, a massive stone, left step of harum, a third of size for in snow, or tangled human shape.